像大虾，转一下啊，不好整。哎呀，这就好整了。我的妈呀，真大呀！哎呀，哎呀，那冻虾，凉。生像黑虎虾，这虾脑我就不吃了，我们东北这次运过来就不太新鲜了，虾脑也不太好了，理解一下啊。都是冻虾运过来，虾线也粗，哎，这虾线也粗。
胃不好的就别吃啊，这玩意寒。